Hello，早安。看一下时间，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。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26分。那外面高雄正在下着大雨，比前两天就小很多，所以还是在下雨当中。那希望大家多注意一些行车安全，还有个人的安全。游戏前一首，以上的卡片。试着练习时合并练一系列的81、82，看一下，81是信封，82是规则，以条件评估引数。那我看一下时间的话，我先练习信封，来不及的话，就是时间不够的话，下一组再练习82规则。那这两个信封和规则这两个是一个系列，好，合并练习信封、规则、81、82的实物操作。那之前练习过了，这就是加强复习、加强概念。那因为信封我在书上很少在用，都是大部分都用手写的，除非说是量比较多，或者一般公司的话，我觉得个人觉得是很少在用信封。但是就是多了解一下，就是怎么操作也是好的，就是多了解一些功能。好，切入主题，比如说我这个资料表，编号、姓名。性别，重点在性别这个区块，等一下会用到。邮地区号、户籍地址啊，等一下会用到。置换呢，先开一个新档案。那刚才是有开一个，这个是刚才练习，我先关闭好了。不要出去，是刚才练习。开新档案之后呢，版面配置，切入主题，横向，因为它信封嘛，一定是横的。OK 之后，切入主题了，这个。81、82是跟前几则，就是前一两则是不同小页，就是一样步骤有6个。拿一下卡片，好，再复习一下：启动、选取、编辑、插入、预览、完成。那1到5是下调整，最后一个是完成合并。之前练习过，我现在先启动，按照步骤。开心答案之后，再邮件，第6个，之前练习过，点开一下。启动合并联第一个步骤，那前两天练习是信件，现在练习是第3个信封。信件、信封不一样，信件比较类似 DM 通知书，信封就是一般的那个信封嘛。顾名思义，你看一下，那它有 size 的问题，呈现一个方框。有 size 的问题就当然就是要设定 size， 因为信封有大、中、小，各种样式都有。那如果自己买了信封呢，自己用尺去量。那我现在用老师的范例，信封大小自定，一般也用自定。自定点它一下，它呈现一个方框。那宽和高，就是要手动去打上。我看一下老师刚才的范例，老师的范例是23.1，还有11.5。好，这刚才练习就呈现这样。那一般也用手动。自己去量这边预量。确定。OK， 之后看一下，这边下面这边信封大小第二栏是收件，第3是寄件。那寄件的话是在这边嘛，左上角，收件是在这边。好，要了解一下它的位置。然后收件的话，我先设定收件，收件是在这个区。好，这刚才练习过，那也是一样，就是自己用尺去量，然后手动打上。我用老师的方式，左边距离是7。用时间游戏用老师的方式，顶端距离，好，这边在打的时候，这边会跟着变动。好，接着是寄件者，寄件者大部分都是一，看它是左上方，好，7511，好，了解一下，要记得什么操作就可以了解，就预览一下，确定。好，这边呈现这样，那这边呈现的是邮地区和地址和公司行号，这是之前巨匠电脑练习的，全部呈现出来。它会继承之前打的，所以我这边就延续前面的好东西。OK， 之后这边看一下，这边一个方框嘛，然后打上的就是学生家长。我现在就是在按照步骤，刚才是启动信封，现在是选取。我看一下第二个步骤选取，第3是编辑。看一下，刚才是第一个嘛。先选取第二个，那这边是灰阶色，因为这边还没选取，按照步骤选完之后，这边才会呈现一个黑色。先选取看一下使用线清单，跟之前大同小异，专门出现在78点。
信封素材这个啊，而且那看有没有进去，就看这个判别灰烬，那个本来是灰色，现在是黑色，代表成功进入。那在第三个就编辑依序啊，我是进去了，那这边可以选取，那我现在全部都有 ，OK， 这边就是11笔字，好，关闭。就是插入啊，插入，那插入这边一样，就是跟这边两个是一样，看一下，就是序号编号姓名，就是地址 ，OK， 好，关闭一下，就是插入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位置是插入什么？好，依照它的序号插入什么呢？再看这边，参见一下，这边是邮递区啊，在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 ，Enter， 好，第二是地址，看一下，户籍地址，第三个是公司行号，就是所谓的家长，要通知家长，家长姓名这边 ，OK 之后 ，Enter 没事，好，我看一下预览结果，看一下刚才是插入，这是预览，第五个步骤。一到五个步骤就是下调字，预览就是前后端的意思，之前为什么？你看一下，现在这样，现在这样 ，OK， 好，就把这个设定。最后一个是完成合并，完成合并是这样，思考一下，就是最后一个步骤。那因为现在这个，等一下，预览结果看一下，这边呼号家长的姓名，但是没有先生说小姐收，会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会再下一则。会在事务操作规则与条件评估有什么？在下一则，因为时间关系。那现在是练习到81则信封，如何去设定的方法？好，依然是六个步骤。好，我现在先，先生小姐说先略过，下一则再来。现在先完成以后，你看效果怎么样？你看一下。然后这边也一样，编辑各种文件，好，全部确定。好，那到时候看一下，就是总共。三二三九九十一号 ，OK， 完成。好，这是成立一个新的文件，信封二的意思 ，OK。因为刚才练习是信封，先信封。那如果要修改的话，就先不要存储，直接关闭机卡，然后再到关闭机卡，然后再到那个原始档案这边做修改。待会会实务操作就是82则规则与条件评估引述，也就是要设定。先生小姐收的意思，好 ，OK， 行，我现在回归到练习的，好，待会我们练习。那此则练习的是合并系列81信封的收入方法，好，这是操作很简单，就是有些细节来解释 ，OK， 好，继续，再看看。